Hello， 大秦，那我们今天转一下我们的传说对决啦。登录的时候呢，泽比在领信箱的时候啊，是发现了这个，我们的这个宰花巡游啊，诺可西官方送我们的这个新造型，好像是排位赛专属的哦 ，S23的排位赛专属的。所以这一次的话呢，今天我们就来玩一下我们的诺可西。其实他送的东西真的蛮多的哦。那基本上泽比自己的话是还蛮喜欢玩诺可西的，然后我用的是这个名侦探的造型。那我们这边的话，这个我记得我也有买哦。然后这个我也有，好不好？我当初就是很喜欢诺可西这样子哦。那我们这一次的话，就来看一下我们这一次这个宰花巡游诺可西究竟是长什么样子，好不好？然后玩诺可西的话，基本上都是走凯撒啦，然后凯撒路或者是走辅助也可以。那我们就进去看一下啊，诺可西走起，各位。来哦，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排位赛究竟会长得如何哦。然后顺便来看一下这个造型哦，这个造型的话应该是蛮 beautiful 的哦。来看一下，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先选个艾崔斯，抢一下上路之后的话呢，我们再用那个诺可西啊，就没问题了。来，哇，这个造型真的是挺好看的，我觉得那造型好好看哦，天啊！然后目前来说的话，好像也有那个哦改变东西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个、啊？这是辅助装备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要团队坦克流这个，我们要坦克弹起来这样子，然后。热门推荐、哦、系统推荐，然后我的方案大神推荐、哦、大神最近这个好像是法术系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我们就谈到一个炸裂，好不好？这套造型我觉得还蛮好看的，你看我诺可西好像就只有那个糖果甜心没有，其他都有，你就知道我之前多爱诺可西了，跟林地差不多啊。林地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没办法玩，之后因为大家都说什么林地很不适合怎样怎样怎样，那个段时间我都在玩这个诺可西啊，然后就玩得很开心。来了、哦、不过诺可西的头像这边的话看起来还好哎，但是他的大图跟就是那个，我来看一下他里面那个模组会长什么样子。哇，我们这组有星葵，还有我们的这个，这么快就有这个了，排位赛专属特安纳斯，那么快就拿到了吗？好快呢！好，这边的话我们有点像是那个，好不好？很像彩绘的那种版本，很像画家的感觉，有没有看到？我们错，我最喜欢这个溜冰仔了啊，溜冰妹妹厉害了。哦，不过语音没改哦，一样。到底谁发明了东南西北啊？有没有？然后他待会还会说，那个我们回家吃东西吧，什么之类的。恐龙骨化石是啥？这人是谁？这个人是谁啊？我输哦，星葵加油！我不跟你追了啊！他会不会被杀、啊？我觉得会、欸。My God！ 哎呦，这组感觉大家很会哦，没有那么没有在那边跟你简简单单了哦。之前那几场我的那个队友都太燥了。这场这个星葵确实有那么一点点，我觉得想要塔杀都蛮麻烦的。不过我觉得那只角色，他那只角色是可以那样做的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好不好。不过一开始要塔杀真的是比较危险，而且对面的那个 JG 的资源也很快哦，就是最麻烦的地方。我们有这个之后的话，应该就烧到一个爆炸。继续吃我们的冰，他都不想吃冰，那就不要吃。然后诺可西这边有一个重点哦，就是他的这个啊回魔啊是要打那个敌人，好像打三下吧，然后就会回魔这样子，好不好？这个很重要，要不然你有时候开那个火焰会开到没有魔这样，要控一下魔这样。基本上陈平都比较少玩那种要控魔的角色，但是诺可西比较特别。他在干嘛、啊？哇、哦，这个家伙的肚子里藏了好多宝贝哦！他好像是一个探险家吧？哈、哦，诺可西。没事没事，我们现在目前其他队友还是很燥啊，4-1
哦，四比一颗头，是很舒服的。我不要跟他闹，反正他待会就知道。我们先把这些野区都控制。对面那只叫什么名字啊？斯科德吗？好像是哎、欸。肚子好饿。斯科德宝贝。我们提前吃午饭吧。你们，我肚子好饿，我们提前吃午饭吧，这样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大招可以再刷新。我们现在信安就先给他减多一点血哦，他就没办法很好的吃兵了。我们看一下，目前吃科的1325，我们1706赢蛮多的。然后我们的中路跟下路应该都没什么问题，魔龙路跟那个中路都很稳哦，稳妥。我们就是乖乖在上路这边。开开心心玩，我记得他是会把我们就是锤回去，或什么之类的，应该是会吼。哇，你看我们的魔龙路，我就说我的每次排位赛都很顺遂哦，各位，顺遂到爆炸。哎，还是我们吃到。那我们这边是完全不用担心哎，诺可西就真的很玩起来很舒服啊，各位。硬邦邦，我最喜欢这种硬邦邦的女孩子，好不好？我真的是在凯撒路这边爽爽领胜，各位。凯撒路的我们就是不要死就好了。不要让队友有压力。偷吃野怪，让我更烧，烧到烂掉。他们 JG 应该已经没办法顾上面这边的这个区域了。全吃，哎、欸，没在这里哦。哈，我是不是跟这场比赛的人都与世隔绝啊？各位，有发现吗？我们真的是没什么劲干呢。队友太强了，就是这样的。躺分躺起来，各位，躺分躺起来。躺分躺起来，太神了！来推塔喽，去帮一下星魁。抓到一只。这次没有弃星魁于不顾了，各位，这次我们要好好的跟星魁一起往前冲了。来，赶快来打野怪回魔。干嘛？想要动我们家辅助是不是？不给动哦，不给动哦！哎、欸，里面这边已经杀红了眼了耶，已经杀红了眼了，应该是稳妥，好不好？
102的战绩，各位，啥事都没干，赢啦，各位，输输又服服，轻轻松松。好，我们今天玩卷上好不好？我们这边 S23 的赛季哦，刚好是我们诺可西的造型哦。那诺可西的话，这边其实也还蛮爱玩的，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就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造型。那我觉得其实就也还算是行吧。然后我们诺可西目前来说已经有哇，只差一个造型没有了耶。我当初是买很多，是不是？没问题。那这场的话呢，又是队友凯瑞，没问题。那我觉得这个诺可西的这个图啊，真的还挺可爱的，蛮好看的啊、哦！你们觉得呢？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们一些想法喽。那你们的诺可西会怎么搭配，或是怎么样玩呢？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对诺可西的这个角色一些心得或者经验分享。那我们今天就去玩到这边啦，我是品仔，见喽，大家拜拜啦。